欢迎大家来到兔娘频道，我是兔兔。然后你在这。继上次去高雄找完娜娜之后，大港桥之恋，两只都非常开心，娜娜也非常想念恭喜，所以我们就又特别安排了一次的行程，让他们两只好好的相处。我自己超期待这个行程，我根本就是大港桥之恋的那个忠实 CP 粉。对对对对，然后我拥有第一手的资讯，期待今天的行程，我已经期待了好几周了。还可以跟娜娜好好相处啊，这么开心啊，那么可爱，我们要去吃饭喽，走吃饭，走。怎么这么棒？啊，恭喜！恭喜！你在干嘛呀，宝贝？想玩啊啊！棒宝贝。哎呦，到了哎，宝贝！怎么这么兴奋？很夸张，滴滴球，滴滴球啦！哇！不要哭哦，宝贝，不要哭哦。不会了，哎呀！哦，好难过，他们见面了，嘿嘿嘿，很开心，对不对，宝贝？哎呦，你一直进攻他那一坨肉，我想捏一下。哎呦，好软哦！娜娜上次就对这一坨肉肉难以忘怀，这么嗨吗？好可爱哦！哎，你的弟弟现在很暴力哦。他们在进行对话吗？那我们要送你礼物了，我可是很用心帮你挑选礼物的。天哪，这个可以吗，妈妈？还有，还有。这是狼，你可以挂在你的包包上。天哪，这吊饰！然后你有看到大野狼的脚脚吗？大野狼的脚脚啊！而且你有发现吗？一个是兔兔，一个是狼。啊，所以那个会是什么呢？你会猜吗？可以，好厉害，很厉害哦！哇，怎么还有一个小包装啊？它是什么？恭喜国王，他不愿意自己吃，还要人家这样喂。他竟然想用嘴巴直接去接，还笑，你还笑，他锁死不起来。你们干嘛？你们干嘛？一早就这样。你很奇怪，在国王身上很大声。因为每次加热就失能啊。经过一个晚上之后，我们昨天讨论出来的一些事情，我们现在陪恭喜的状况呢，可以再更加精进。刚好娜娜妈妈们经验之人，也是非常用心在养小孩，跟我们教育理念很不错，所以我们就是来学习怎么样可以给恭喜更多不一样的体验，然后妈妈们还要更轻松这样。怎么样轻松补完，小孩也有事情做，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度过美好的一天，对不对？亲子恋爱，现在是在煮一个大人的午餐以及小孩的食物，先体验这套之后，然后再把它学回家。对，哎，有螃蟹，好赞哦！这里是鲑鱼，这里是番茄，这里是两个萝卜跟两坨小饭团，估计等等它就可以跟这一盘消耗很久。来，宝贝，吃了，对，好棒哦！我只是告诉你而已。嗯，宝贝，要自己拿，自己拿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。我们今天的中餐就是在家里吃一餐。嗨，娜娜。嗯，好棒，吞下去了。自己拿，宝贝。用手拿，手手。嗯，好棒，好棒。想睡觉不行，用手手。用手手，对，好棒。嗯，放下，好棒哦！对了，刚刚很流畅了，突然就给我放下。有一个宝宝刚睡完午觉起床了，起床就好开心。你在开心什么？娜娜要去陪他一下吗？哎呦，好可爱哦！弟弟还想抱抱吗？你再抱一下好了。恭喜一直笑到眼睛有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不行不行，没有要抱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哎呦，
小心哦，小心，我的彩虹戒指。来，自己喝，开始喝奶了。娜娜展示给我看一下，你把朗朗挂在上面，你要带这个出门是不是？要准备出门了，你穿的好帅哎！不可能这么可，不可能那么可爱。好近哦，看好近哦。这是恭喜大脸攻击。你今天包包里带了什么东西啊？没有我的钱包。你带钱出去了？我现在孩子王，看两只都爆了。哇，好幸福哦！两只都交给你了。突然就进入了一个弹钢琴的环节，还是很呆。准备出门喽，呆呆的呢。为什么觉得你很像以前那个广告里面的人啊？现在是要去吃甜点的时间，出发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到了高流，他们说这是以前黄色小鸭的地方。哇，这里很漂亮哎，我好久以前有来过这里，有一只现在很爽，爽到不行，整个非常的素汐啦齁，有电风扇就很快乐，对不对？还是笑得好开心哦，你真的很 chill 哎，小宝贝，有电风扇就是快乐。娜娜，有电风扇是不是很舒服？娜娜，看你是挺开心的。这是我们第一个景点，就是在阶梯欣赏美丽的风景，吃章鱼烧。我们吃章鱼烧，你吃饼干，自己抓，要不要？请吃。请吃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来欣赏这个美景，好美哦！哎，很漂亮哎，拍起来超美的哎。这是我们的章鱼烧，是奶油松露，这个是明太子，感觉很厉害，闻这个味道就是非常厉害，很好吃哎。我觉得高雄的东西都好好吃哦。甜点时间，看起来觉得怎么样？这种热的天气就应该要喝冰美式。好赞哦！这趟来高雄，我真的觉得这种东西实在是太必备。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这种东西。你看，这边给它吹，转过来，抱起来之后就可以继续吹。还有一台借给娜娜啊，谢谢你放着就好，我等等来用。这个小仔仔凉了之后开始要抱抱，因为我现在在准备他的副食品，所以现在是兔宝妈妈在抱你哦，阿呆阿呆啦。现在是一个邻居阿姨在喂我儿子吃饭的过程。你不要太瞧不起我哎！他摇头，他想睡觉，把自己摇醒。他真的好想睡哦！把自己摇到醒，你好搞笑哎！哪一招？是母，想吃又想吐，我真不行。因为昨天晒了太阳，有个仔仔疯狂成长，他今天食量比平常还要大，突然长了牙齿，这不是很舒服，他就会一直想要尖叫，然后也突然开始流口水，然后牙龈有一点点红红的，然后你要喝水是不是，宝贝？好的，妈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一次有比较轻松吗？觉得我们在学习吧。你以为都已经差不多稳定了，可是其实情况就是永远稳不下来。我就是从这一系列一直拍下去，就会发现不变中的就是一直变。因为小孩成长过程就是一直变。今天早上也特别黏我，一边要收拾脸，一边要安抚这个小孩。我们的小恶魔长这样，他刚刚不是这样哎、欸，他刚刚一直在尖叫呢，很恐怖的那一种哎，尖叫到我也没有时间拍，不是我故意不拍，说什么只展现恭喜可爱的一面，是你应该在哄他。我们两个人手忙脚乱。很恐怖，连娜娜小姐姐都被你吓到快疯掉了。她说你有点恐怖，可是她还是爱你哦。她这个水是要拿过来给你。对啊，她还是爱你哦。如果我们一直来高雄，你会疯掉吗？我觉得高雄的食物真的很好吃，这是我的重点。你到底来干嘛的啦？小心她，小心她，小心她。爬的时候也开始变多，开始已经教她要屁股先下，但是还需要一点时间练习。依旧是一个暴涨的一周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兔宝说拜拜，跟你说拜拜。什么脸？恭喜宝贝，你开心吗？来高雄开心吗？你眼睛好垂哦。你喜欢我们送你的礼物吗？你最喜欢哪一个？喜
小兔子。你之前说你蛮喜欢恭喜这个弟弟的，那他这么恐怖，在尖叫的时候，你还是可以有信心当好一个姐姐。嗯，那你会因为恭喜很可爱，然后就跟妈妈说想要一个弟弟吗？妈妈在旁边很崩溃。我小时候就想要了，我从一岁就想要了。我等一下偷偷帮你问一下有没有机会，好不好？虽然你现在可能爱恭喜胜过我，现在恭喜这样哭，你还是比较爱他吗？你确定吗？你确定？你有觉得很吵吗？你安慰他的时候，他都继续哭，你还是觉得没有关系吗？嗯。你还是想安慰他？嗯。那你可以给我一个拥抱吗？因为我觉得有点受伤，因为你比较爱恭喜，所以我希望可以获得你一个抱抱，好吗？哦，这个来得好及时跟很大哎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跟电影时光，拜拜。